小小画眉，舍命救子。2007年8月3日，在四川成都诚信路边，发生一件令人动容的悲剧，而这场戏的主角却是三只画眉鸟。那天上午11点多，市民张先生在经过诚信路诚实银行的时候，看到一幕让人好奇的景象。咦？张先生看到两只画眉鸟一直在摩托车道上盘旋，且离地面距离非常近，大约1公尺高，并不断试图往地上俯冲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张先生非常好奇，走进地面一看，只见一只鸡蛋大小的小鸟躺在路中间，翅膀上有明显的血迹，看起来奄奄一息。原来他们是想救他。喂，别站在马路中间，太危险了。这里有只受伤的小鸟。哦，这只小鸟可伤得不轻啊。看样子，这两只大鸟应该是这只受伤小鸟的父母，它们不顾安危地飞来飞去，很可能是在提醒司机不要压到小鸟。嗯，很有可能。这时候，两只画眉鸟往下俯冲，很快地飞到小鸟的身边，并快速地伸出爪子，牢牢抓住小鸟受伤的翅膀，一左一右，合力把小鸟抓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下。他们想干什么呢？他们是想把这只小鸟带到安全的地方吧。真不可思议，这么两只小小的画眉鸟竟然能合力带着这只受伤的小鸟飞起来。我们应该去帮帮他们。我们还是远远地看着吧，免得惊吓到他们。也对。这时，体型稍大的鸟爸爸突然迅速飞上树梢，而鸟妈妈则仍然守在孩子身边，并用嘴不断地舔着小鸟翅膀上的血。小鸟艰难地吃完虫子，鸟爸爸来回两次飞上树梢叼回虫子喂它。小鸟吃了3只虫子后，鸟爸爸和鸟妈妈便又用爪子一左一右抓起小鸟，试图将它送到大树上。他们是想把这只小鸟带到哪里呢？他们应该是想把小鸟带到树枝上吧。那么高，他们带着小鸟能飞上去吗？两只大鸟抓着小鸟，吃力地向上飞着，可距离树枝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时，两只小鸟因体力不支又掉了下来。两只鸟剧烈地呼吸着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又一次抓着小鸟飞了起来。可是还没飞到树枝那儿，又开始往下掉。这两只画眉鸟如此反复了5、6次，因为树实在太高了，他们怎么也无法将小鸟送上去，但是他们却仍然不停地尝试。他们这样根本不行的，他们根本无法带着小鸟飞上树枝。明知道不行，他们为什么还要一次次的努力尝试？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爱的力量。我必须要去帮帮他们。两只鸟正在那里剧烈地喘息着休息，小鸟站在那里毫无力气。张先生走过去后，那两只鸟立刻警觉地起来，直直地看着张先生，并发出阵阵叫声。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两只鸟似乎明白张先生在说什么，他们停止了叫声，但仍警觉地看着他。然而过了一会儿，一直守在孩子身边的鸟爸爸、鸟妈妈又开始行动了。他们凑在小鸟身边，叽叽喳喳大叫一番，然后由鸟爸爸第三次抓起孩子的翅膀。他们又想做什么？可能是想飞回鸟窝吧，不过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很难飞太远的。
然而不幸的一幕发生了，在快要到达时，鸟爸爸正因体力不支，不小心松掉了爪中的小鸟，只听见通的一声，小鸟直接摔在了马路上。不好了，小鸟掉下来了。两只大鸟疯狂地叫着俯冲下来，停在小鸟身边，不停地用嘴轻啄着小鸟，可是小鸟却已一动不动。两只大鸟守在一旁不断哀嚎，声音中充满凄厉，它们的翅膀也在不停颤栗，眼神中写满悲伤。最后张先生不忍再看这悲伤的一幕，便将小鸟送到附近的花园妥善安葬。谁道君生性命危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盼母归。希望这只小鸟能够得到安息，也希望能有更多人爱护小动物，不要伤害它们，因为它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有父母儿女在家期盼着温暖团聚。No.
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